领子，领子，领子，领子。我今天终于买到了陈哥的同款。全是他一个人吃的。博物馆最好看，那就是博物馆真好看。我们终于就出来了，然后我就在里面困得要死，我就属于很困那种，然后我也搞不懂为什么答应今天和他们来看博物馆。但是有个人他欲仙欲死，他非常开心，让我们采访一下他。就是感觉是与凡人之间是没有，就是突然间产生了距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感觉自己应该不是那个。为什么金沙的标志是太阳鸟？因为他那个东西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应该拥有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造的太好了，妈，古代人应该没有这个工艺，但是造出来外星人，外星科技。Yeah, we fight and we fuck until we open the curtain. Now we're sobering up, but never sobering. 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家乡，那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。想到这个美丽富饶，就是一旦镜头对着他，一辈子就瞎扯，没有任何意义，浪费时间。对于这次出游，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最大的收获是跟小杨哥去了趟温州。温江对温州，直接跑沙漠。我在开车，有一个路口，然后转右了之后，他就说开心了，就谈到就是他的初恋，一感动，然后就没有转到左边，然后我们就绕到温江多绕了几十公里，算了，忘了，算了，继续问他。这个故事的梗概就是这，差不多就这样。The only one that sees the too bad for you, so sad but true.现在给熊一松直男改造，他从来没有买过牛仔衣，所以我们就叫他试一下牛仔衣。你要穿 XXXL 了，你先让我看拍给你正面。哇，别，我觉得好尴尬呀、这个看下面的电影。你要干嘛？你为什么跟着我一起退？你要转一件，你要转一件，短袖穿的小。哇，太帅了，这个扭过头给我看一下。我跟你说，牛仔衣一般下面要短一点，但你袖子到这儿，对不对？对。到手腕这其实是差不多，是正常的。领子。你要看一下效果吧。你这个肩线是合适的吗？他肩线还要比你肩膀宽一点，好不好？他袖长也差不多。你们就是穿长的衣服穿太多，你看里面这个这么长，但他就不习惯这个这么短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觉得穿哪件好看，都满都满。这个有点。干嘛？对，深沉。对，稍微闷。对，这个又太艳。对，其实应该在后面两个颜色之间中和一下。你看这个头发都挺好，我还有穿这样的裙子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就买这个吧。上面。哇，你拍了，我看着好尴尬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不拍不拍，没拍没拍。不是很闷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就是秋天就感觉很好。也没得。那个腹肌别拍了。那就买这个。你为什么会选出这一种来？这个颜色是你爸穿的，好吧？那试嘛，你都试一遍，把这格子全部试一遍，选一件你最适合的格子衫。领子，领子，领子，为什么你们都弄不好领子？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。靓仔，你现在好像很无奈，你是不是感觉？没有无奈，我已经习惯了。跟感觉跟女朋友逛街一样，很无聊。他们都看不下去了，说你已经在玩手机。啊，我也是这样的。以前我等我同学也是等两个小时才有一裤。好难。哎，我操！可以帮你拍个对，福尔摩斯。好。镜子呢？那边摆着，你去试一下纯色的也行啊。那不是程序员的生活吗？打开格子。就算你不摆，你试一下，你也换一种不同的风格吗？外面摆着一排军绿，然后灰色。这是那边，走，必须这随便选一件，这全是工装，这随便选一件，试一下工装，你随便选一个吧。
这个我好像你为什么偷偷摸摸背着我们就换了？是那个女的说叫巴士，她说她男朋友跟我一样提前叫巴士吗？真的，你这样真的像一个搞艺术的。看镜子，看镜子，看镜子，还可以，我觉得。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帽子挺适合你头。你也戴一个。咱们拔一个，那再戴一次。那你再戴一个。他戴真的好。我这他妈就是错误示范，为什么有个啾啾在上面？啊，没有啊，现在没了。你假装这是一个很帅的 logo。啊，算了，赵书记不合适。我跟你说哈，戴这个帽子一定要戴到眉毛，戴到眉毛这儿，然后要盖住耳朵。你不要像个傻屌一样把它弄得尖尖的，然后高高的这样立起来。来，错误示范，错误示范就刚刚这种。真的老，这就是错误示范。也设计，据说他有一亿像素还是啥？一亿，我这才两千万。主要是你不大量量产做出来这个就是只是拿来炫技。他要量产啊，他要小规模量产，好吧？小规模来。Can't say